吴家东院的少奶奶被土匪给抢了！哎哎哎呀，怎么回事啊？这是！快跑！土匪来了！晋阳怎么会有土匪？真的，吴家东院的寡妇都被土匪给抢走了。快搬东西！快把回收东西！哎，二少爷！哎，所有人都跟我走！是。好，好，集合！哎哎，大叔，这咋了？土匪来了，大家都在逃命呢。 这吴家东院的寡妇都让土匪掳走了，你们怎么还不走啊？哎，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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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没事了，没事了啊！怎么样？能站起来吗？王世军，王世军，赵奶奶。
少奶，你怎么来了？这这么危险！怎么了？我们也不知道，就突然来了好多土匪，把谁抓走了？易小姐，土匪往哪儿跑了？那边。快，快去给我牵匹马来！好。张英，你没事吧？没事啊。那些土匪呢？小五，快，快来！快，你去哪儿啊？赵大人，赵大人，快下来！他只是受了点惊吓，一时半会儿应该还缓不过来。尹妹妹，你没事吧？是赵大人救的你。没事就好，没事就好。走，我们去屋里。没事就好。石青姐，进屋坐。你怎么在这儿？啊？啊，对啊，我怎么在这儿？这几块地我已经看过了，都是好地呀。另外，老爷已经入土为安了，小姐的终身大事也不能耽误。凤翔秦家有位公子，学问很好，他与你也是才貌相当。老爷尸骨未寒，大仇未报，你却让我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买田定亲。这不都是老爷生前叮嘱过的事吗？替爹报完仇再说吧。小姐，你既不愿意购置田产，又不愿意嫁人，如此坐失山空，这也不是个办法呀。要不，我们把古月药材行重新开起来吧。还可以重新开吗？只要找到从前江浙湖广的客商，就可以开张。去哪儿找啊？这些客商每年春秋两季都会到泾阳看货下单，找到他们应该不难。而且有位杨金林杨老板，他就是江浙人，现正在泾阳，他还欠咱们700两银子。那就先见见他吧。哎，不好了，不好了，泾阳来土匪了。那他们绑了谁呀？听说是土匪把吴家戏院的吴一给绑走了，赵大人又把吴一给救了回来。吴一，给你那师兄带个话，这次不成，下次得筹划周密，不可以再失手。不可以再失手，不可以再失手，不可以再失手。是。这次虽然没绑成那寡妇，但是重创了赵白石，我们对贝勒爷也算有个交代。赵白石，赵白石，在你的管辖之下，三首帮竟然来去如无人之境。作为地方长官，你该当何罪？下官难辞其咎。本来上次就该判你一个革职，永不叙用。可朝廷格外开恩，只将你降级调用。你若是那知耻而后勇之人，本应该卑躬屈膝，兢兢业业。可你看看你啊，不仅政绩没什么起色，反而还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本府限你3个月之内肃清境内的三首帮，不然我就亲上奏折，将你就地革职。下官领命。是三首帮？当真？可靠。这吴家东院什么时候得罪三首帮了？这人家没说啊。只说这一趟啊，
还是他们大当家的韩三春亲自出马，显然是大买卖啊。一个吴一也算是大买卖？他们不是为吴一来的，是冲你来的。我？是，他们指名点姓说要找吴家东院那个寡妇，估计是看一小姐穿的衣衫华贵，就把她当成你了。我比吴一更不值钱，有什么可绑的？现在外边都知道你是吴家东院大当家的。这吴家东院也没油水啊。也许三少帮还不知道东院的败落，还以为是吴卫文那个年代日进斗金，家财万贯。少奶奶，少奶奶，赵大人来了。赵大人坐。这吴家东院与三少帮素无冤仇，那就奇怪了。赵大人，还有一事更奇怪。吴聘的死其实与宝来无关。这怎么可能呢？孙永泉招供，柳氏指使宝来往吴聘的茶中下了毒。这件事情我也查过，柳氏送给孙永泉的酒里面放的毒药和宝来在吴聘的茶中下的毒药乃是同一种毒药。宝来的确是下了毒，但是那茶吴聘一口都没喝。你能确定？是害死吴聘的不是柳氏，另有其人。那下毒的人会是谁呢？我不知道。